講咗減肥先？你哋自己有冇啲咩特別嘅減肥方法㗎啦？我有，但系嗰个都唔算系减肥，系去水肿。去水肿，系、okay。但系呢一个咧系阿 J 令到我咁样做嘅，因为其实之前咧，我有一排咧做生意之后啦，我见阿 J 嗰排成日饮紧一支嘢，咁佢近排瘦咗好多嗰排、嗯，我就谂你饮咩嘢都饮嗰支嘢，原来叫黑豆水。系。咁我近排系咁饮啦，咁咧，原来咧我上网 search 黑豆水咧，即系黑豆呢样嘢咧系好强烈去水肿嘅。咁、嗯、有三样嘢都好去水肿嘅，就系、是、黑豆啦，之后就红豆啦，之后就系薏米嘅。咁、嗯、所以我而家就系黑豆再加薏米攞嚟煲水饮，咁就好啊！我想讲个 work 嘅程度系，我一饮完，我谂可能过咗几个字之后就即刻收晒水肿，即刻削晒。即刻削曬，真係啊！係大家真係可以試下。你係排隊嘅，但係我係排，因為我其實我由出道之後，我塊面係越嚟越脹，即係越嚟越腫，唔知點解係水腫定咩？即係我本身我都唔係好 get 嘅，咁所以我譬如有時做 facial 啊，或者可能化妝姐姐會幫我哋可能推下面，但其實碌面都冇乜用咯、啊。咁但係有冇用？我對我嚟講其實都冇乜用，咁所以近排一飲咗黑豆水就真係 work 好多啦，即係起碼我拍劇嘅時候飲咧，花姐都覺得係啊都好耐冇見過咁瘦啦，咁嘅樣咯，係啊，真係有一日好瘦，有一日係好瘦。即系冇饮，冇饮嗰日系咪真系冇？系啊，我已经做过 research 啦。总之咧，如果你今日饮完之后咧，你系可以维持到听日嘅。O、okay。 K。如果你听日第二日唔饮嘅话咧，都仲 O K 嘅。但第三日就唔会啦，即刻。你自己煲啊？诶，系。我可以教大家点煲添。总之就系将黑豆嗱，总之黑豆啦，买翻嚟啦，就爆开佢，系呢个冇油之下爆开佢。总之见到里面啲黄色肉咧，就 O K 噶啦。咁之后咧就将啲薏米攞嚟浸。浸30分钟到啦，咁之后咧你就开滚煲水，将黑豆同埋浸好咗薏米咧就摆埋落去，咁就滚水就煲一个钟至个半钟到啦，咁就饮得噶，咁就咁搞掂噶啦，搞掂。其实呢个功效，但系你边度？我系搵翻嚟啊！我有个朋友嘅妈咪讲嘅，系啦，跟住佢就话呢个方法咧系以前美容院。傳落嚟嘅，跟住就話係、okay。 真係可以，因為佢話啲女人咧，佢唔知道生完 B 之後就會水腫啊咁樣噶嘛，跟住之後飲黑豆水咧就好有用嘅。係、其實唔使點樣去過分去節食自己咯。嗯、即係但係可能減少少油啊，減少少糖啊，跟住之後食少啲飯，咁就可以。其實唔需要即係話我唔食嘢啊，需要成日唔食嘢啊，因為坊間有好多方法話。啊！你成日唔食嘢，你絕食就可以真係減到肥噶嘛？咁、但係有好多人真係做完之後都係唔 work。但係呢個方法係飲黑豆水之後，再加少少運動，再加少糖少鹽，因為其實就已經好有功效咯。即係黑豆水係幫到你減肥嘅，係咪？減肥其實仲有一個功效，好似係美容啊！即係你有冇覺得你啲皮膚好咗啊？我前排做生意嘅時候，其實啲皮膚真係好咗噶、因為佢黑豆係。唔知道頭髮都可以有幫助的、美容加頭髮都有幫助嘅。能力高啲咧，令大家開始會搶黑豆啦。我諗鞋方面先有幫助高啲嘅，因為之前我其實我係同個。大家講話我係要戒鹽戒糖嘅，咁但係咧第二日我已經冇守到呢個承諾啦，仲俾陳卓賢影到我喺度食飯盒啦，即係冇戒過鹽啦咁樣。但係其實就因為我發現咗黑豆水呢一個咁神奇嘅嘢，咁所以我就發覺其實根本就唔使戒鹽戒糖，係啦，其實可以舒服啲嘅，係可以舒服啲嘅，即係其實你照食任何嘢，但係你每一日你都飲呢支黑豆水，飲一大支。咁就可以塊面好瘦咯，嗰啲聖品嚟嘅喎，係、即係完全係令到你可以真係放肆自己，放肆自己。喂，其他人有冇自己一啲嘅減肥或增肥方法咧 ？Tiger 咧 ，Tiger 你有冇試過？頭先你都話依家肥翻啲啦，比之前嘅時候，你用咩方法增肥啊？用咩方法增肥啦？我而家咧就試緊呢一個嘅飲呢個嘅增磅粉。系咁样就系摸完之后点啊？我想问下啲肉地件衫好厚啦，应该系手佢系咪骨？佢都有啲手臂喎，而家有啲手臂，有啲手臂。因为琴日啱啱就吹完手臂，OK， 所以涨翻地啦吓。系咁，我就饮紧增磅粉吓。咁其实增磅粉里边嘅成分大概系有啲乜嘢咧？陈卓贤有热量咯，有 carbs 啊。即主要都是令到你肥的嘢都有啦，總之係乜都有啲咁樣。但係原來淨係飲呢個增磅粉咧，又係唔夠嘅喎。你必須要
配合你真係 keep 住要食嘢，即係唔好俾個胃空。呢個係 Elton 啊嗰啲咁教我嘅，咁就 keep 住咁樣睇，可唔可以令自己肥翻啲咯？我以前即係後生少少啦，可能同 Taka 差唔多年紀嗰時，即係後生啲啲新陳代謝勁啲噶嘛。咁用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咯，即係上網話要飲全脂奶啊，日日飲啊，或者係飲嗰啲全脂奶粉啊，都試過啦。跟住聽人講話咩士多啤梨奶昔啊，都要飲啦，每一日一杯啦，都試過啦，乜嘢都試過曬，都係唔肥咯。跟住系真系可能年纪开始慢慢大，新陈代谢慢咗啦，慢咗。有冇其他人嗰啲减肥或者增肥方法？你哋见到喂系真系可以？你哋系有想尝试过，或者你觉得喂真系完全唔掂噶喎？啲咁啊，姜涛系啊，姜涛可以好快脆咁样就瘦翻落嚟。唔系，但佢嗰个系唔健康嘅，即系佢系节食或者佢嗰个佢断食啊，断食啊嘛。我成日觉得佢咧，即系你唔好睇佢咁年纪咁细，但我觉得其实佢意志力應該幾強嘅一個人嚟。唔係，總之如果嗰樣嘢佢好中意、好想達到咧，佢就一定會做到咯。嚇，個人係。即係所以佢減肥嘅話，佢就真係話要減，佢就真係可以好快嘅。斷食，譬如佢嗰幾日斷食嘅話，佢見住我哋食緊嘢，佢都真係可以唔食噶。佢係真係好有意志噶。佢係三十幾個鐘咧都可以唔食嘢，但係因為佢做 show 前嗰一日可能二十幾三十個鐘咧，佢都令到自己唔食嘢。但係咧做完 show 之後咧，佢就會不停地係咁食，你就會見到佢反，係即係個反差。你見佢做 show 前啦，同埋做 show 後之後嗰幾日，你見佢影啲相咧，全部都係爭好遠嘅。但係佢一做 show 前咧，佢又會斷食翻嘅咯。嗱，頭先講咗好多咧，佢哋即係自己嗰啲嘅方法去到減肥啊、增肥，有冇啲係極度唔 work 嘅咧？你聽過？我有 friend 試過咧，真係懶到係要去抽脂咯。佢其實佢又唔係好肥嘅，佢唔係好肥嘅啫。但是他是贪靓那些来的，咁佢去到抽脂啦，跟住翻到嚟之后系成身好痛啦，跟住又要包晒成身咁样啦，因为有个灰即系嗰啲叫恢复期噶嘛，跟住包到成身，跟住又好痛，又去唔到厕所咁样，即系佢觉得成身喐唔到咁滞啊。我心谂，即系你咁辛苦去减肥，点解你唔老即系辛苦少少去做下运动咯？咁样唔使痛咁耐啊嘛。结果咧系有冇好大嘅成效啊？系冇用嘅，跟住佢仲要。佢仲要配搭埋嗰啲咩代餐啊，去令到自己唔食嘢啊，各种方法用晒都系冇用噶咯。跟住近排佢系真正正咁样去努力去做运动，佢先瘦噶咯。OK， 即系所以其实嗰啲系要付出嘅，系啦，系真系要付出嘅。女仔嚟噶，女仔嚟噶。Okay。中学嘅时候成日睇广告咧，话嗰啲整肠丸啊，定系嗰啲，即系总之饮完嗰支嘢之后咧，佢系啦去厕所，跟住就话你会通便啊，咁once 你个大肠即系好干净咧，咁你条腰都会瘦啲，系啦，咁但系即系我有好多朋友嗰阵时都有试嘅，虽然嗰阵时好细个，可能中学嘅时候，但系佢哋女仔嚟嘅，咁但系全部都话冇用，系即系呃人嘅可能都系。我谂。你哋自己嗰個變化最大部分去到參加比賽全民造星嘅時候，即係因為成日要去到排練啊，要去到或者演唱會嘅時候，因為你成日要去到做運動啦、啊，即係要排舞啊嗰樣嘢啊，冚唪唥都要體力，再加上壓力，其實真係嗰個體重啊，或者係成個型係瘦曬嘅。我係嘅，因為我係有一個怪癖嘅，我一做嘢嘅時候咧就食唔到飯嘅。哦，呢個唔係怪癖嚟㗎，呢個我好多人係咁嘅喎。係啊，即係我就算我可能攞個飯，我淨係食少少餸之後，我成日都唔食。食唔到，食唔係喎。開劇嗰陣你唔係咁。好胃口。我想問，開劇嘅時候點咧？我講話我好肚餓喎，好肚餓，但係食餸咯，淨係好少食飯。你話係啊，係啊。我覺得阿依人係自律嘅。我唔知點解佢俾我感覺佢一個好，佢個人都好自律。係啦，佢應該係食嘢喺呢方面應該幾節制嗰啲，唔會亂咁嚟嗰啲係咪咧？如果需要嗰陣時咪係咯，即係譬如呢排真係呢兩個月想操 gym 操 fit 啲，呢兩個月就真係自律地食嘢都咩咯。咁但係我覺得做運動同飲食都係要靠自律嘅，如果唔係即係人哋唔可以廿四小時提住你噶嘛。即系譬如好似打边炉嗰阵时候，我会攞个水即系清一清隔咗啲油先食啦。跟住 A K 又话、okay 哎：你都整杯水俾我。咁好啦，佢清完啲水之后啦，
佢嗰啲豉油啊、麻油啊，全部成嚿咁，成嚿全部啲油淋淋滴滴滴咁樣，冇做過任何嘢。意思啊，佢係啊。跟住我問佢：咁你沖啲水做咩？佢話：我滿 high high 啫，做俾你睇嘅啫。係咁樣反，跟住滴滴滴咁樣擺落口。喂，嗱，你同即係大家 Mirror 嘅成員一齊去食飯，大家就知道大家做緊乜嘢嘢啫。即係你咁樣去到打邊爐嘅時候，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同其他人去到食飯嘅時候，你都係用同一個方法啊？定點啊？佢哋會覺得我好煩嘅，而家成日要同我食飯嘅話，成日要走我。嚇、啊，係咯。我你冇少飯腳啊？你會問佢哋：你呢排成日同我食飯？你會唔覺得佢好煩咧？即係要咁樣去到浸完之後啲油啊？唔係啊，唔係佢自己咁樣做又唔會煩到我嘅，但係佢有時會督促埋我咯。即係我譬如一開始我又話戒鹽戒糖咁，頭幾日我已經講過，係啊，所以佢就幫你係啦。咁跟住我已經好快破戒啦。咁佢嗰幾日已經係咁話：哇，你又食呢啲？你話戒鹽戒糖嘅啊？意思一食少少咯。哇，你話戒鹽戒糖，即係 keep 住喺度 remind 我。唔係唔係，戒咗幾日走。是一个很好的呢个督促师嚟嘅 ，OK 嘅、okay。譬如头先嗰餐饭咁，即系开饭嗰下咧，我就见到佢攞条蕉出嚟自己食啦喺对面，跟住望住佢吓，发生咩事？你想饱啲？佢话唔系啊，我净系想食条蕉啫。咁我就哦，即系呢一餐净系食蕉。即系你嘅香蕉就系你嘅晚餐啊？个主菜咯，主菜。你系咪因为即系用香蕉嚟执饱自己先？咁就之后就唔使食咁多嘢，系咪都有你个 purpose？ 都系嘅，都系嘅，都系嘅。因為我剛才聽你們去到講的時候呢，很多東西要自己準備啦，即那些食物啦，有沒有因為這樣即是廚藝好了呢？其實我都懂煮東西的，以前因為我中學的時候是家政學會來的，所以其實我本身是是有家政學會、啊、死了我忘記了是會一語、啊、不是啊，我真的忘記了我是會長還是這個副我忘記了主席還是副主席，但總之都是一些厲害的東西來的。總之我以前是學過煮東西的，但是即係我諗入咗大學之後就好少自己煮嘢食，即係所以生疏咗咁解啫。OK， 好啦，有冇邊個係真係因為減肥而個廚藝精進咗啊？真係嗱，你又識得開煲水啦，勁咗啦！啲人咧，我頭先聽係啲人，即係你都係有自己整嘢咁樣。本身廚藝都 OK 噶啦，我等你啲句啫我都我諗緊點聽你啫嘛，早咗起身咯，廚藝就冇話精湛咗嘅，即係 OK 啦。但係要早咗起身去到準備。早啊，因為而家我開劇都係自己煮嘢食帶去啊嘛。咁可能即係 call 五點半咁，即係可能四點左右起身整完先。辛唔辛苦？又唔會喎，嗰排可能習慣咗，但係呢排新年假瞓得多咗咧，可能遲啲過翻頭幾日又辛苦翻。唔係，同埋佢應該 enjoy 嘅，因為佢每次我叫佢鋪嗰啲嘢食出嚟咧，佢係好似悉心擺設過嘅，即係發個菜咁，即係佢煎隻蛋都好似。其實都係一嚿西蘭花啫。講出個重點來啊！你想佢咁食啊？好似好。喂，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呢一度唔該曬 Mirror， 下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